就是可以给你肮脏的地板清出一道完美的康庄大道。Lucky Seven 的拖地能力真的对网络上面说的这么神吗？今天店长就要来实测给大家看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各式各样超级恶烂的脏物跟酱料，就是要来挑战市面上最强扫拖机的称号。OK， 那来到我们的实测环节了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六种不同的酱料，来看看我们的雷击机拖地能力是不是能够把它们完全清洁掉。Let's go。画面可以证明一切，不管是多难清理的酱料 ，Lucky Seven 扫拖机器人就是可以给你肮脏的地板清出一道完美的康庄大道。有些客人会问说，那这台 Lucky Seven 它的越障表现能力如何呢？如果要越障能力好的话，你的滚轮就一定要大，那滚轮一大，它离地面就会有一点高度，那它的拖地能力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。Lucky Seven 它所强调的特点就在于1800克的下压力拖地设计，让它跟地面更加紧密的贴合。宜和家电 Lucky Seven 扫拖机器人，专利的除渍模式的黑科技，私讯我们，还有专属的超扯优惠价，还不赶快马上搜寻宜和家电，到我们的官网手到下单。